是非常感谢傅老师对我们基金会的支持，这是我们的贵人。那在基金会，我们进入所有的展览，他都会参与，然后也为台湾书法界，我们那时候创办了一个传统与实验。那这个名字呢，也是傅老师取的。那这个我们办了，算是有20年哦。那很多在座都有参与，那想对台湾的书法界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。那你如果熟悉傅老师的话，的落实话，你会从这个文字当中，你真的仿佛可以听得到他讲话，不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他在艺术学界，大家有目共睹的成就。他是一个虔诚的科学家，考见文献资料、艺术史的大概大家都不会少。但是这个木剑是一个大关窍，他的厉害在于考见跟木剑。看了他们一些文章，比如说张吉之的《钟楷》，还有连带三大书法家之一的邓文云，他写得非常丰富，写得非常的透彻。那对我来讲，我是觉得哇，这个研究真的是高高在上哦。前面几乎没有人哈，然后未来他也没有这样的人才。我想这样一个刀锋亮剑的人，心要有天地，要一眼光明，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他是一个非常天真浪漫的一个人，因为他的那种心态对一个事情的一种新鲜感的一个追，所以他可以追到各种的一个层面，他重的是一种感觉，一种感情。我觉得我们多了一个这个书画鉴定上面，然后能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家，他有非常多的论述，包括这些著作，我相信就是留给我们最大的宝藏。有没有听说谁专门做什么的？能不能给我看？你用的是什么毛笔？怎么会有这个效果？他永远充满着好奇，都是为了要回馈他更严谨的一些创作的思考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，不是每一个鉴定学者对现当代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非常熟悉的，所以他不断的想要扩大他自己的一个见闻，来这个了解的更深刻，能够更现实的把握到现在鉴定的一些趋势。他跟我们讲他的经历的时候，他讲过说他一辈子从来不求。我觉得他对世事有一种非常了然的那个态度，就是说他看有时候我觉得他超乎这个城市上面一点，总是有点距离的看那样子，所以觉得这些发生的不管是权力啊，或是说有趣的事情啊，美食啊，他都用一种局外人的角度来看，然后非常享受。如果机会来了，他也享受。人生的导师上，我觉得他这个很短的话，对我还是受益很多。我常常都想起他说的这些的，谢谢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作品，他写的字，可以从他内容看到读到他的心情啊，其实是。我觉得在旁边陪的过程也是收获蛮大的。那这个再一次的感谢这个傅老师对我们的支持，那也谢谢今天大家的。